徐佳莹称霸《我是歌手》，原来是这样修炼的。在台湾唱红，我新起啊，北北徐佳莹啊，以内敛又深情的歌喉演唱修炼爱情，变身黑马闯进大陆的《我是歌手四》，吸引400万网军为他按个赞呐、啊，成为本届超级台湾之星。他深情歌喉是怎么练来的呀？众所周知的大功臣莫过于男友比尔贾。有趣的是啊，两个人交往2年，仍然是有够蠢哦，是纯情爆笑哈。在这个1月12号清晨1点多啊，这两个人呢一起搭计程车回到了南荒松山区的自治。不过在进门前，徐佳莹发现记者跟拍，这老实的小两口突然害羞了起来，傻傻一起卡在门口，刻意背对背，进也不是，闪也不是，实在足够专业呢。更爆笑的是哦，记者站多久他们就站多久，像是在玩1、2、3木头人啊，所以我们只好先离开，让他们顺利回家咯。这几年徐佳莹歌艺越来越精进，不少人都觉得是爱情的滋润啊，只能说恋爱中的歌手会美丽，歌喉也会更犀利哦。